诊室，因为我心口真的太疼了，我就来急诊，然后发现这边现在都是人，真的太辛苦了，这种医务人员。我们分享一篇墙内的报道，关于墙内疫情下的急诊科，一天接诊量400多人次，发布于1月6日。文章写道，一天接诊量400多人次，输液室满满当当，抢救室加床，医护人员小跑着救人。疫情下的急诊科，人人都在与时间赛跑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在急诊科有一群人，他们拼尽全力争取时间，他们常常奋战到深夜，他们见证着疫情下的生与死，悲伤与欣喜，心慌到心安。这段时间，他们为了多救治病人，有时吃住在医院，有许多医护人员甚至自己发烧还带病坚持工作。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对话急诊科医护人员，讲述疫情下急诊科里的故事。急诊一天接诊400多人，举全院之力优先收治急诊患者。你们那边还有床吗？在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，急诊医学科护士长李磊正忙着帮病人协调床位，一边找床一边安慰病人，他的嗓子已经哑了。李磊从多年前一入行就在急诊工作，如今已经22年了。今年几乎是他从医以来最忙的一年，这段时间他常常忙到凌晨才回家。我们急诊就诊量近期持续高升，接诊量升到了400多人次，就诊患者总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2到3倍。李磊感慨说，在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急诊室，输液患者坐得满满当当，抢救室一直是加床状态，患者刚被送往病房或者 ICU， 新的患者立刻就会补进来，医生和护士都是小跑着去处理病情。我们急诊科作为医院的生命通道和窗口，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，目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从防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，急诊更是极危重症救治的最前线。李磊告诉记者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在忙病人的事。6日凌晨0:48，李磊才忙完，此时他的嗓子早已沙哑。李磊告诉记者，这段时间每天值班，他几乎一刻不停。从踏入医院开始，一天马不停蹄，几乎忙不完，病人情况各不一样，各种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。李磊感慨，目前患者一半以上都是呼吸系统症状，大多都是高龄且有基础疾病。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急诊科激增的接诊量，医护人员力量严重不足。我们院党委统筹安排，积极调配医护人员，充实急诊人力，调拨仪器设备，保证急诊救治工作有序进行，举全院之力优先收治急诊患者。李磊说，发烧不下火线的姑娘们，急诊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，也是感染风险最大的地方之一。我们急诊科来诊患者多，重症多，而科室内大量医护人员都陆续感染了新冠病毒。李磊说，科室里出现了人员短缺，科室人员陆续倒下，就诊压力可想而知。急诊预检分诊的李玉发烧到 39.5， 坚持上夜班。他高烧，腿疼，后背疼，一坐下就疼得厉害，他不敢坐，来回走走就不太疼了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也迟迟不吃，一问才知道，他要等到该换口罩的时间再吃，因为不想浪费一个 N95 口罩。护士苏丽，盛凯旋感染后跟我说，护士长，我还行，能坚持一天算一天，实在撑不住再跟您汇报。护士孙苑感染后当天高烧，吃完退烧药暂时退热后，接着给李磊发微信，护士长，我觉得我好了，申请返岗。急诊医学科护士范立新，还有3年就退休了，他感染新冠后3天就返岗，并主动要求进夜班，让发热中的护理姐妹们休息，他任劳任怨，没有一句怨言。我们急诊大多数是姑娘，也有遇到困难不吭声的男护士。
护士李增斐家里老人病重，但他没跟我提过一句，都是事后我听科里的护士们说的。他觉得科里人员紧张，不愿给科里添麻烦。其实有好多感动的事情，大家有的声音嘶哑，有的咳嗽不止，真的很心疼他们。因为我们是特殊科室，大家都是带病上岗，感觉自己这个护士长很不合格。李磊说，在采访过程中，李磊的嗓子不仅是沙哑的，还一直咳嗽。记者了解到，李磊也感染新冠病毒，经历了发烧、咳嗽等各种症状，但他坚持在岗。我们不能倒下，我们倒下了病人怎么办？李磊说，大家不肯停歇，因为都牵挂着科里的病人，我们是医护人员，救治病人是我们的天职。李磊说，急诊护理人员很多人都是轻伤不下火线，返岗率很快就达到了100%。医院也高度重视急诊的情况，及时补充医护人员，让急诊科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。气管插管、心肺复苏、除颤，抢救室护士们化身钢铁侠。在急诊，每分每秒都很珍贵，危急之时，瞬间也可能是生死之间。疫情下的急诊科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提速。急诊抢救室是抢救生命的主战场，医护人员都在尽最大努力救人。这段时间，急诊抢救室护士们忙着气管插管、心肺复苏、电除颤，尽管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他们上机总是一气呵成。他们自己还生着病，却一心想着病人，他们全力以赴，奋力为患者争取时间。我感觉大家都已化身成了抗疫一线的钢铁侠。李磊感慨说，这段时间在急诊科出现频率高的还有很多老人和孩子，他们生病难免让一家人焦虑和心慌。医护人员除了救治病人，还给患者做了大量的科普和心理疏导工作。我们建议非重症患者、年轻患者以及轻症患者在感染后可居家治疗。李磊说，如果家中有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基础病加重，体温持续不退，出现胸闷、憋喘等症状，也不能大意，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。我们是医护人员，也是和大家一样的平凡人，救治病人是我们的天职，大家都好起来是我们的心愿。我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大家都能恢复健康，过上平平安安、充满烟火气的正常生活，这样我们苦和累就没有白白付出。李磊说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。有网友留言，中共可不这么报道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嗨，都是老人。还有网友说，说明疫情高峰时医护人员辛苦，全世界都一样。有网友留言，武汉的罗宾是开放后最早一批感染者，发展为白肺。他得病后住不进武汉医院，转到武汉附近的县医院才住进院，尝试了各种药，包括美国的新冠药。目前在武汉人民医院急诊科，每天去拿号排队输液，说是输的激素比较有效，他的感觉。目前武汉人民医院急诊已经缓解，大厅外的输液场地已经撤除，厅内的也不是满员了。都去急诊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保规定，急诊可以从社保报销，去其他科室门诊不被社保覆盖支付。传染的最高峰估计是过去了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立坚虽然人满为患，但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偷着乐的璀璨笑容。还有网友说，天朝每天的感染人数也没这么多吧，都进了一个医院。有网友留言，都是人矿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中国的症状怎么会这样严重，好像跟美国的不是一种病毒。还有网友说，国人习惯大小病都往医院跑，因为见到医生像见到神一样踏实。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再见。